那也就是说，再次出现费米气泡的时候，我就有可能回去了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我可以回去了。回去，景阳，那这个实验是不是很难啊？嗯，没事，你放心，实验的事交给我。对了，我想到图书馆有一本书，好像也是讲时空的事情，说不定对我们有帮助。 我记得那本书就在继续啊，应该就在这附近，怎么找不到了呢？书名叫什么？给莉莉的信。我们一起找。好啊。 该回去上课了，啊，没事，迟到一会儿没关系的。嗯，这样不太好，要不这样，你帮我把这本书借了，等我看完再还给你。好啊，嗯，走吧。走